半夜三更个镜头啡嚟啡去，呢个系边个嚟嘅呢？佢咪就系赵世珍咯。虽则赵世珍公开反对女女赵释之同埋阿 Sean 嘅同性婚姻，不过自己继续风流噶。重阳节当晚就撇低正印女朋友同个长发女子去直蹦啊！两个一齐边劲边坐完之后啦，行翻出嚟，梗系一齐去地方散散心啦。临完场前望见个女仔喺度撩撩牙条脷，应该睇嚟好回味啦。赵世珍睇嚟重阳节当晚都应该好唔得闲噶啦。